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21号，然后松山站出门的。时间27分，首排的是1914中宜兰线口莺歌的圈车，莺歌，还有莺歌的圈车。第九一次叫连线港英哥的圈子，哎呦512，那是512，好，待会再看什么号码，谢谢各位，你就拿包一下。开启车门。